我说明一下规则，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有起点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整个都 setting 好了，两队会各派一个队员从这个黄色方框出发，我会念指令，会念一串很长很复杂的指令，听完的时候瞬间就从这边出发到对岸，领取道具，做出指这个指定的这个动作，好，例如说带什么东西啊，来我们到这边看一下道具，好，你看这边有各种不同的道具，是蛙鞋。 好，游泳圈、比基尼、水枪、泳裤、蛙镜、泳帽、哨子，这个浮板。哦，你看这边很多。哎，啊，这两个翻白的是什么？哎，什么 ？CC cream， CC 的冰淇淋啊。喂，CC 霜啊，CC 霜，真的吗？是什么？哎，上面还写一个丸子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个是我们那个玩很大联名，是联名的。它两个款式不一样的地方是，这个是自然。 男生也可以穿，哦，男生也可以穿，话不多，现在讲来真的，没有，没有，那我等一下帮我补一点，好吧？这个是比较亮一点，比较亮一点，脱光了，你现场走秀一下哈，拿走秀一下来，哎，没有，这叫走秀的，然后，对嘛，对嘛，来，称职的代言人，好不好？哎，对。 我觉得你们的，没有介绍，哎呀，还好，还好，我们这边逆光啊，太奢华了，哎，准备好，我们的道具啦，好，我们就战斗机备，大家都是最后一关了，对不对？是，哎，永不知道脱泳装吗？没有啊，不敬业嘛，跟陈德烈，哎哎，不弱嘛，哎，陈德烈每天来三四天的。 身材，啊，我身材不好，哪里？哎，我们都看过了，哎，不行啊，我的小孩不行，也有意见，这也不是，这是哪一队？你们摸着摸着走到这里，哎，好来来来，那我希望这次就拼这次的收视率，哦，需要帮忙吗？不要，为什么不用？没有，Come on。 先派出第一位，谁要呢？凯莉，Go，凯莉，好，Go，温妮，瑞，哇，引爆他！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国六小六年级大队，要引爆他是吧？队员注意。 花镜戴头上，耳塞塞左鼻孔，脖子上套比基尼，左脚套泳圈，双脚穿蛙鞋，上照开始操作。哦，左，好，够，哎呦，没错，哎，其实温妮的蛙式还蛮稳定的。好，哎，结果凯莉不行了，凯莉是什么？真的要走的比较快，哎，走的快好多。 哇塞，这个，而且他刚好几样哎哈，对，鼻孔塞耳塞，不要讲话哈，不要讲话，不会讲话。温妮，快快快！温妮，快快快！所以，我跟你讲啊。 坏事一下子，都是一辈子。我现在我可能记忆也不是很好。快！哇！完成！完成！对，完成！对，讲完成！讲完成！讲完成！完成！对，我问你，你来骂。
慢半拍啊，你假的慢要了。你讲速度，你有拿蛙鞋啊？好，我们来第一个月对一下点说，你这么人那么好，还关心对方。我在冒火吗？队员注意，刮镜戴头上，戴头上了。耳塞塞左鼻孔，左边鼻孔有。脖子上套比基尼，这一双啊。左脚套泳圈，你的左脚有泳圈吗？啊，有有有泳圈。双脚穿蛙鞋，没有蛙鞋不用。好，组队对的是四项。开始。他的蛙镜跟他的比基尼跟他的那个不是是他回来才穿的。你刚刚有说要在那边穿，可以调整，这边可以调整，又可以调整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的蛙鞋也是回来的。没错没错。看一下客队对不对啊？蛙镜戴头上，戴头上，耳塞塞左鼻孔，左边鼻孔，脖子上套比基尼，你脖子没有比基尼。哦，一项有啊，它里面有一件啊。不行，那有个穿脑的。但左脚套泳圈，你左脚没有泳圈，拿在手上了啊。两项哦，双脚穿蛙鞋。对了，客队 miss 两项，主队破三。下一棒派出的组队派出许维恩，好，没有美女，美女，各队就是我们的陶妈妈，就战斗位预备。OK， 第三棒准备好了吗？回答，专心不回答。OK， 好，请他们不干扰，不干扰。队员注意，泳裤戴头上，耳塞塞右耳，嘴巴咬泳帽，左手拿水枪，右脚穿蛙鞋，上一招开刀照。快点，加油！对。是旱鸭子啊！他会游泳哦，他会游泳。那他走路很快，因为他脚长。他用他要这样走的，好像也跟他的体力差不多。而且就是败在他那个脑要不足。他不会，他一定会忘记。哇！现在你会讲他脑容量不足的。不能偷看对方的。一二三四，还偷什么？太完蛋了！哎，喜欢偷看。完了，输了。他们有朋友，有。哎，没有，输了。有耶！速度，追不了。有，加油 ！OK。完成。泳裤戴头上，耳塞塞右耳，检查右边耳朵，有。嘴巴咬泳帽，你嘴巴没东西。左手拿水枪，现在一项喽。右脚穿蛙鞋，你站在左脚。哎，不能。好，两项喽，所以五项错两项。现在看一下组队，泳裤戴头上，耳塞塞右耳。我一项喽。嘴巴咬泳帽，很明显是没有的。两项喽，左手拿水枪。右脚穿蛙鞋，都在左脚，你一定偷看。没有，因为他们互相偷看，互相偷看，所以有三项哦，所以两个都错一样的位置。组队错三项，客队错两项，客队获胜。哇，这真的是在逆境当中 ，OK， 逆转啊！